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武器，没弹药。This is it for you. OK， 弹炮兵，那些兵很蠢，蠢啊！人类真的是比较好对付。而且死亡，死之性死的，死之性死的枪，好厉害！没有升降梯，只好自己找出口。自己找出口。别人比较有可能会有出口。往这边爬是不是原本的路？原路回去。死之心，不要吓我！我的天！还有人啊！还有机器！哦，我看到了。可是。消失了，麻烦的家伙。我可不可以增加容量啊？不能。那边好像是出口哎，那这里嘞？哦，就是这个 ，cool。Come on！ 啊，在这边闲逛被发现了，跑跑跑跑跑！哦，痛！就别隐形啊！你就别隐形啊！怕了吧？
花在下面，出口在下面。哟呼！还没有到出口，而且还有人类。趴在地上做啥？哇！一解除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这边有人吗？这边有人吗？我脸都贴到荧幕前了，还没看到。打空气去啊！那边怎么会有透明的墙壁？很放弃这些人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还好我听到声音。什么？我还需要其他的什么炼珠厂？我早就已经。那我还没解完吧？嗯，不见了。被围殴，还是说我丢这个感应炸弹？学他们感应炸弹的对决。这居然倒了一只重击。这样表示是你才死不放弃，我哪有？回收。They're scanning for me。在哪？在哪？应该还有一只才对。哦，来了来了。
很好。炸弹！我觉得他们是已经都吓到放弃了，就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敌人一直在袭击他们，他们一整个放弃抵抗。No space. What part? Hmm? 突然不能覆盖。啊。原路回来。Almost out of here. Oh! 怎么还有办法留下这么多人呢？杀人类好了，哦，一关掉我就找不到人类了，人类太小了，不要进，不要进。让你要东张西望。You can see me. I can't see you. 又闪住。炸不太到哎。啄木鸟，人类太渺小，我才不是这样说哎。你给我换边，炸飞你！没有剩多少位了。
错，而且还没有爆炸，不是应该进去要爆炸吗？外面应该还有，看到两只。应该不会跌下去吧？哦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个转角就遇到了。总变灵活的感觉啊！哇！他们把机器人毛了。那我也加入混蛋吧。好混乱的场面，哎，我的同伴死掉了。准哦，都可以击破弱点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